天山家。我存着一个心事，今夜将往事干杯，给一个机会，不愉快我借题发挥，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，等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。快不掉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，等到机会之后放到床头回去，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，给自己打气，明日生活还要继续。我是巨哭几百度啊，不是最苦我却烦恼忧愁，就这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，我的哥们都在那么混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，今晚我需要来个